警察马桶，你为什么攻击我？我是不会让你升级它的。谁来帮帮我？时钟人，我来救你了。变钻人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不客气，我们是好朋友。马桶阵营太可恶了，我要把我老大拼出来。可乐哥哥 ，Hello， 帮我拼他出来。没问题。啊，你怎么了？警察马桶把他打伤了。我帮你修好。你们怎么回事？他们不给我升级我老大，然后攻击我了。马桶阵营实在太可恶了，说好和平相处，我帮你大哥拼出来。马桶人 VS 监控人积木盲盒，线索时空掌控者。开箱，一箱金黄色的大颗粒积木，这应该是他的贴纸，好多时钟啊。积木数量不少，不知道是哪位战神呢？线索是时空掌控者，金黄色的大颗粒积木，他是监控人阵营里面哪个角色啊？你知道吗？金黄色的腿非常强壮，监控人阵营里面金黄色的体型掌控时空只有一位啦，他就是泰坦时钟王。我相信非常多的小伙伴已经猜出来，因为我们对他太熟悉啦。这是泰坦时钟王的披风，我答应过你们把泰坦时钟王拼出来，我可不会食言的哦。但是你们说要给我点赞，是不是真的呢？泰坦时钟王战斗力非常强悍，而且拥有掌控时空的能力，特别是他手上的时空炮，甚至可以把泰坦监控人钉在那里，胸前的位置拼他的大时钟。刚才的贴纸把它剪出来，贴上贴纸，我们看一下效果，果然精致了很多，你们觉得呢？泰坦时钟王太厉害了，不能给可乐哥哥拼出来。知道了，我怕炸弹马桶过去袭击。在同人版里面，泰坦时钟王为了救寄生泰坦监控人，结果被马桶博士抓去了。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泰坦时钟王，我希望他没事。到我出场了。你在干嘛？你个大笨蛋，这都能炸错地方。这个时空手炮，真正掌控时空的王，你回来了，太好了！时钟人，你憔悴了，你看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是马桶阵营，他们攻击我了，不让我把你创造出来。现在我在这里，不用再害怕马桶阵营了。走，我们回家。